天第一次彩排，还是比较紧张的，因为不知道效果是什么样的，还得跳舞，主要是一会儿还得把舞蹈学了，压力比较大呀。自己很擅长就可以了，主要主打一个气氛。来了。他也有人正常的跳，只是有一部分人停。谁让我神通广大，必须得晒晒，正和我脑洞开花，还不得晒晒，这拿自己没办法，怎么拍怎么帅。谁让心情好出去耍耍，随手得晒晒，公园里小车花花，那不得晒晒，分享快乐遍天下，越奇怪越可爱。来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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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喵，
论平凡也背单，必须得晒一晒。爬上星空的天吗？还不得晒一晒。万物随我盛开吧，去绽放，去多彩。来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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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妙，快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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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巧，再晒你晒你晒你的心田奔跑。爱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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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笑，还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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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宝，再晒你晒你晒你的每天闪耀。最想实现梦想上春晚，我的梦想是上春晚。人都要有梦想，当然要有梦想了，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，看来遥不可及，但是你肯定在这个路上前进着，哪怕你到不了终点，你在半路瞎了也比你现在好。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梦想，都有为梦想拼搏的过程，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不停地鼓励你自己，你自我鼓励，然后从冲着那个目标去走下去。我要想的是我最终要干什么，我往这那个方面走，所以我就用行动来证明，相信只要我坚持，我认真做，总有一天时间会给我答案。当你遇到一个机会的时候，你努力了一下，但发现你努力没什么用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这个时候你不要气馁，因为奇迹将会在后面发生。所以人生就是充满了惊喜，所以呢我就努力就好了。所以呢就是你天赋不及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尽量就多努力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，因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